来到我的耳朵部诊所，今天咱们就做一个检查。检查和清洁你的耳朵。好的，好，我先看一下，你的耳朵情况是怎么样。我先用像这个长的brush， 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，请你就有一点 patience。 好，谢谢。然后呢，现在咱们看里头。不会痛的。让它做细一点。好的，我看一下你的左边、右边、左边，对，咱们看一下情况是什么样子。好，外边也是挺干净的。你的皮肤过敏吗？有的时候啊，春天的时候啊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不用关心。好，让我用这个黄色的 sponge 再擦一遍。怎么办？你都看，你有一点耳屎在这个左边，右边是左边，我不知道。这一边你
音有一点耳石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好，好，在这边我有很多不一样的，就是刷子会给你按摩一下，然后刷你的，把那个耳石，弄出来，就是挑出来，好，不会疼的，就在那边坐着，然后放松就行了。好的，咱们先用这个，右边。一个比较大的舒服的软的brush. I should have really looked up what brush was before I started this video. 刷子，是刷子吗？毛笔。咱们用你的左边的耳朵一样的，就是从外边到里头给你清洁，用比较硬的刷子，然后再比较软的，壁虎的声音。好的，耳石给你拿出来了。
最后咱们就给你耳朵一个按摩，用我的手指，就像这样子，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睡觉了。好的，我把这个拿下来，怎么样？我下一个，patient。紫色的球球，就让你放松一下。让我试一下，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子？用。约会。